地面凹凸不平，墙壁变得斑驳。中港环保站在这陪伴志工走过十一年岁月，重新整修将是护地球更有意义的爱心据点。最后我们大家呢，团队我们大家有敢于，我们要去爱惜我们这些老菩萨，那同时也提供一个更平稳更安全的一个空间。不少退休的志工天天在这做环保，从早到晚，甚至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多。哦，像咱安尼来做，做了大家拢嘛安尼，加足健康的。以前未困，我以前拢未困哦，暗时未困。自来做环保十数年啊，哦，暗时啊回去，滚食食咧，晚困也都困啊。这菩萨哦，最需要一个很舒适的环境。啊，这不管我们常态的环保志工，还是我们未来要接引的菩萨，他看到这个环境的整洁度哦，啊，他才会起一份欢喜心。在众人齐心努力下，墙壁粉尘的刮除与地面刨除，不到三小时告一段落。接下来等待专业的喷漆，满心期待，欢喜迎接新环境、新气象。台视新闻，这是美志工台北报道。